修车，就是塞车。看我这修车，真的是塞车过分。哎、欸，这个也挺丰富的，真的。会骑在空中，就是那种在空中飞的。对对对对对。哟，各位，我现在坐在赛车椅上哦。哇，我觉得来这边真的是蛮棒的耶，因为它随随便便每一个设施，就是让你休息的地方都是赛车椅。我觉得车迷来这边一定会疯掉啊！而且重点是我们在这次最主要的行程是来拍说他一年一次的车迷的感谢祭，然后在铃鹿赛车场这边一年只有这么一次，然后一次是两天的时间，然后在这边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不同形式的演出，譬如说 F1 赛车啊，然后 MotoGP 或是你喜欢房车赛，你都可以很近距离的在看台上直接可以看到你喜欢的选手，这是很难得的事情哎，而且赛车迷绝对不要错过。然后在节目当中没有跟大家讲，在这边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呢，你以为这个要很贵的门票吗？没有，请大家要及早，因为一年一次，大概都在三月初的时间，只要在网络上锁票就可以了，在网络上锁票，然后你一张票你可以带五个人进来，所以我觉得这太值得 ，for free 耶 ，for free 耶 ，for free 耶，很重要，所以要讲三次。Eyes in the sky, gazing far into the night. I raise my hand to the fire, but it's no use, 'cause you can't stop it from shining through. It's true. 我现在要带大家去哪里呢？厕所。哎，这女厕很厉害，很用心哎。每个都跟赛车有关，哇，整个都红色，感觉法拉利哦。来看一下厕所怎么样？哇，没到门啊！今天要选10号厕所，还是什么2号厕所、3号厕所呢？